演出传统名剧整理新排的全部得意门。这个戏是从纺絮下山、卖艺比武、交标收破、贺建下山几个章节组成的。在50年代以前，这个戏曾经流行一时。四大名旦之一，荀慧生老师和尚小云先生，以及江妙香、叶盛兰等，同台合作。在长安戏院，他们还是曾经演出最后一场。这次呢，经过就是中国戏曲学院的教授，程玉清老先生，他当年呢是得自王耀清先生的亲传。
Yeah.
Yeah.
过。Thank you.
楼上的桥呢。我有理，我要在夫人面前泄露不婚之事，你问心下了。下了，我们。Thank you.
Yeah.